同学们好，我们今天学习第一课，来，第一课开学。好，我们想想开学以前要做什么事。今天我们要复习生词，练习三个句型，最后做一个任务。我们手上有这张新生报到清单，我们看一下开学以前我们要做什么事。好，我们来说，这个是办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办注册手续。办注册手续。我们还要办注册手续。好，这个字我们没有学过，入住。入住。办宿舍入住手续。办宿舍入住手续。还要办什么？好，现在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是什么意思，还有你要先做什么，再做什么，你可以写啊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好，我们两个人，我们用三分钟的时间。对，先找到它的，有几个汉字我们可能没有学过，我们可以猜一猜是什么意思。看看你们计划先做什么，再做什么，然后做什么，最后做什么。好，你们的一二三四是怎么样的？好，这个人他先办注册手续。对，好，那康佳，你在做什么？在你的第二个导师。跟导师见面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办推行奖。在办宿舍入住手续。你最后做什么？最后搬行李。最后搬行李。好，那何丽安你先做办注册手续，再办学生证，再办宿舍入住手续，在办行李。行李。办行李。在认识跟导师见面。见面，哦，这是你的事情。那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型了。我们已经学过很多了的用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。了的意思有很多，它有很多不同的用法。来，第一句，放暑假的时候，我回了一次老家。哎，这个了是在动词的后边，而且后边还有了的后面有什么？一次一个，表示这个动作完成了。好，第二句，来，暑假结束了，学校开学了。说明什么？有新的情况出现了。好，第三个，来，我搬了半小时的东西了，就是我搬了半个小时，现在怎么样？还在搬。所以这是有两个了，这里还有时间的用法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，你已经去了宿舍了吗？好，我们看这里也有两个了，动词后面一个了，句子最后一个了，但是没有时间的词。那这个意思和一差不多，但是我们是说现在，更强调现在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怎么回答呢？还没有，我办了注册手续就去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句子里有两个动作，一个是办注册手续，对吗？一个是去宿舍，那我们这个动作做完了，再做这个动作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两个。那我们今天来练习一下三和四。好，我已经半小时行李了，还有很多东西，所以现在他还在搬。好，这个人坐飞机，他说，我已经八个小时了，
还有6个小时才到上海，所以他还在飞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可是他还在飞，因为中国离美国很远。好，那么我们办学生入住手注册手续的时候，人非常多，所以啊，我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，现在还得等，我前面还有很多人，还得等。好，他昨天从中国飞到美国，现在他已经睡了8个小时了，睡了5个小时了，还不够，睡了整天了，现在还没起床，他还在睡，睡了一整天了，睡了8个小时了。好，这个电影很好看，看了3个小时，2个小时了，我已经看完了，我看了电影我们怎么说，3遍，对吗？看电影我们说看了3遍，所以我看了3遍了，还想再看一遍。对，看了3遍了，还想再看一遍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了，来一起读一下。昨天晚上我吃了饭就睡觉了。好，有2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做完了，做第二个。好，这个呢？白天我办了注册手续，就去新生宿舍。好，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了都是以前的事情？我们看一下第一句，它是以前还是以后的事情？以前，对吗？那这个呢？以后，现在还没有做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知道了，它是说做完了，完成了，可以是以前，也可以是以后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哦，怎么了？对，这种情况我们说来电话了，铃铃铃，来电话了。好，这是妈妈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今天要办注册手续，妈妈要问我很多问题。她说，你已经办了注册手续了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是我的清单。办了吗？所以对，已经办了。好，他又有问题，你已经搬了行李了吗？我还没有搬。什么时候搬啊？他有很多问题。好，我们看搬行李第5个，所以要先做这个，所以我可以说我办对，我要先做这个，再做这个，做完了这个，再做这个。好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，办了宿舍入住手续就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字怎么读。办。这个呢？搬。好，它两个很像，不一样哈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清单拿出来，我们看一下第2个活动。请你问一下你的同学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了？然后再找一下他还没有做的事情，你问他什么时候做？那你要用你的1、2、3、4、5来说什么什么乐什么什么。好，现在开始，来，你们两个。你办了。对。
我办是注册手续。我已经办了。我已经办了注册手续了。嗯。So what was you asking? I was asking when he was going to move. Ah, 搬行李。好，我们看搬行李是四，对吗？四，所以我认识了认识别的新生，就然后搬行李。对对对，嗯对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冉思友，嗯，你办了注册手续了吗？我已经办了注册手续了。哦，那你已经搬了行李了吗？我还没搬行李。嗯，那你计划什么时候搬行李？哦，冉思友办了学生证就搬行李，好，马慧媛，你办了学生证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办了学生证。啊，那你跟导师见面了吗？哦，我还没跟导师见面。你计划什么时候？我办注册手续，我办了注册手续，就会。跟导师见面。好，马慧媛办了注册，宿舍入住手续，就跟导师见面。好，何丽安，你来说说，薛佳婷她已经做了什么了？她已经做，办了注册手续，还有她已经办宿舍入住手续。嗯。最后她已经办了学生证了。哦，那她。已经认识了别的新生吗？还没认识，别的新生。嗯，他计划什么时候认识别的新生？他计划，跟导师见面了，就会认识别的新生。嗯，他计划跟导师见了面，就会去认识别的新生。好，这个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你问你已经做什么了吗？还没做，那你什么时候做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了，它在一些情景当中怎么来用。好，我们两个人一组，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你怎么说？难受，对，难受，对，对，所以他发烧了，所以你要问。你如果用了怎么说 okay. 已经上课了，对，所以别说话了，因为他们一直在说别说话了。对，好，我们来听听你们是怎么说的。好，这一个请别说话了。好，已经上课了，请别说话了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对，我们看只睡了半个小时，睡了半个小时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，我好像发烧了，好难受。你已经吃了药。对，好，这些都是不同的了的用法，所以你们都会了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什么的，我们以前也学过，那我们今天再来看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，他叫张天明。对，他是不是中国人？好像是中国人。我以为他是中国人，他的祖籍是中国。哦，我们看这个怎么说？他是。在波士顿出生，在波士顿
长大的。对，好，我们看是什么什么的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地点、时间、方式。好，我们放在这里，后边有一个动词。那这个我们常常是说以前的事情，出生长大都是以前的事情。好，那他的朋友呢？他呢？他是在澳大利亚，对，他是在澳大利亚出生，在澳大利亚长大的。好，薛佳婷，你是哪人？我是美国人。嗯，所以我是。我是在美国出生，在美国大长大的。嗯，很好。有没有爱荷华人？哦，德言，你是？我是在爱荷华出生，在爱荷华长大的。嗯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来看张天明哈，他是波士顿人，所以他是坐飞机，坐飞机到爱荷华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来说一下，他是从波士顿坐飞机来爱荷华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他，这是几点？12点，这是机场。那么他，他是昨天晚上12点到 CID 机场的。那他有没有朋友？一起来，哦，一个人，所以他是一个人。啊，他是一个人来爱荷华的，他是自己一个人来爱荷华的。好，请你们再把这张清单拿出来，我们来做第三个练习。刚才我们说你们已经做了这个，那要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或者在哪儿或者跟谁一起做的。好，再两个。我是办了行李就跟导师见面的。我是搬了行李就跟导师见面的。对，好，怎么样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请马慧媛和谭琼林，你们来说一下。谭琼林，你办了注册手续了吗？我办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办注册手续的？我是昨天晚上办了注册手续。我是昨天晚上办注册手续的，所以没有了，你们没有了。对，我是昨天晚上办注册手续的。如果你听到是什么什么的，你知道它应该是以前的事情，所以你不说了。Is it because you don't need love because 是的？对，因为是什么什么的，如果有一个 verb， 我们常常是说以前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说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再说一个。你办了学生证吗？对，我办了学生证。你是在哪儿办学生证的？我是在爱丽办学生证的。嗯，很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看一个视频，我们看两个中国学生，一个老生，一个新生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新生吗？是的，我是大一新生。你是新生吗？我已经大四了。我是来这里帮新生搬东西的。请问你是什么专业的？我还没有专业。往那边站，不要动。我是政治专业的。你以前来过爱荷华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来爱荷华。我是开车从
哦，那离得并不远。啊，你已经办了新生注册手续了吗？办了，是今天早上办的。那你已经办了宿舍入住手续了吗？还没有，在哪里办呀？就在那边，一会儿我可以带你过去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还没有吃。我开了4个小时的车，现在饿了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先去吃饭。哦，你可以帮我搬东西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东西在哪里？在我车上，走。我们还是吃了饭再搬吗？好好好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然后回答一些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几个问题。谁是新生？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是新生。好，他是政治专业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有没有专业？他还没有专业。那这个男生呢？他的专业是政治，他的专业是政治。好，那这位新生是从哪儿来爱荷华的？嗯，对，从芝加哥来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做了什么，还没做什么。注册手续办了吗？办了，所以他已经办了注册手续了。好，那宿舍入住手续呢？办了吗？嗯，好像办了，好像没有办。等一下我们再听。他搬了行李了吗？嗯，他还没有搬行李啊。他会帮助他搬行李。那他吃饭了吗？他还没有吃饭。那他们现在要去搬行李，对不对？嗯。他们先要去吃饭，所以他们吃了饭就去搬行李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遍。这个视频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句型。啊，张天明他是一个新生，他问住在校内好还是住在校外好？住在校内有什么好处？你们说说。方便，嗯。还有呢？离学校近，嗯。还有什么？何丽安刚才说。因为在宿舍住，所以可以交朋友。交朋友，对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我们看看。方便。安全。为什么呢？可以帮新生适应大学生活，所以你就可以说，嗯，我觉得住在校内好，我觉得你也可以说，嗯，我觉得住在校内对新生有好处，因为可以帮新生适应大学生活。可是有的人喜欢住在校外，对吗？住在校外有什么好处？便宜。便宜，对。所以它比较便宜，你就可以省钱。还有呢？哦，自由，没有 RA 对吗？自由。还有呢？安静，安静，宿舍有的时候太吵了。还有什么？住在校外也很方便，对吗？有的不太方便，有的也很方便。这个房间怎么样？很舒服。所以你可以说，住在校内好还是住在校外好？我觉得好。
又省钱又自由，可以省钱也为了自由。对，我们可以说我觉得来说你自己的看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说说第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哪个好，自己做饭好还是在餐馆吃饭好？好，我们还是两个两个先一起说一下。好，如果你们说完了第一个问题，可以再说说第二个问题。我不想在宿舍。公寓比宿舍大。对，没有。对，你可以说公寓比宿舍大得多。大得多。大得多，对，你们觉得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，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做饭好？所以你们觉得在餐馆吃好？我们来辩论一下。好，自己做饭为什么好？我觉得自己做饭好是因为比在餐馆吃饭便宜。有没有不同意？有不同意的吗？刚才你们说在餐馆吃饭好。也许在餐馆比吃饭比自己做饭好是因为更方便。好，不需要自己做饭。更方便，不需要自己做饭。有没有不同意的？我觉得倪子洛，你喜欢在哪儿吃饭？我觉得餐厅的饭不好吃。因为也不知道不好饭。不好的饭，餐厅的饭不好吃。那有没有喜欢在餐厅吃饭的？薛佳婷，你喜欢在餐厅吃饭吗？我 do I like restaurants? 我喜欢餐厅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方便。我觉得是在餐馆吃饭好。很方便。我觉得在餐馆吃饭好，因为很方便。好，等一下你们还要来说说这些问题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任务。好，我们有新生和老生，老生要帮助新生，他们要说这些问题啊。你们先要介绍一下自己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你是什么专业的，然后说你做了什么。我做了，你没做什么，要怎么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你是老生好吗？好，阿布是新生。好，康佳是老生，倪子洛是新生，薛佳婷你是新生，有好处。有好处。好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。那我们想请一组同学来给我们表演一下，阿布和冉思友可以吗？好，请你们来，来，我们来欢迎一下。好。请问你是新生吗？对，我是新生。我在这儿是要帮新生搬行李的。我叫啥布林。我叫冉思友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。那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我的专业是计算数。是跟你一样吗？对，跟我一样。你做的，你办了注册手续吗？注册手续了吗？你办了注册手续了吗？我已经办了注册手续了。那你办了行李了吗？我还没办行李。我可以帮你搬行李。谢谢。
我想问你一个事情了，你觉得在校内住好还是在校外好？我觉得，新生需要在校内住的，因为对你有很多好处，会帮你适应大学生活。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我们再请一组，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老生。我是林山。你是什么专业？不是，你有什么专业？我还没有专业。我是工程师。你从哪儿来的？我从芝加哥来的。好。我从爱荷城市来的。啊，很近。对，非常近。你已经办学生证了吗？你已经办了。办学生证了吗？我已经办学生证。我已经办了。办了学生证了。你已经办行李了吗？办了行李，我还没有办行李。没关系，还有很长时间。你像究竟是住在校内还是或者想到外面去？还是。我想住在校内。为什么想住在校内？因为我可以交很多朋友。哦，对，好有意思。好，好，再见。不还要帮你很多忙？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这节课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时间也到了。我们下课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再见，谢谢你们。